我来到维也纳了。它这个咖啡是盛在空里面的，然后里面还有一圈巧克力，巧克力融化在咖啡里面，可以中和咖啡的苦涩。我刚刚去参观了莫扎特的故居，它里面不能拍照和录像，所以不能给你们录 vlog， 但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过来。你们看，就是后面这栋房子，就是莫扎特之前在他收入最好的时候在这边生活了2年。我觉得他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都过得很真挚很赤诚。这条路对莫扎特也是影响特别大的一条小巷，是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好好喝啊，这个汤。前面每个桌子前面都有一块小屏幕，等到开场开始，他们唱应该是用意大利语唱，然后但屏幕上你可以选择用德语、英语或者意大利语三种语言，都可以看懂他台词在唱什么。刚刚在剧场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奥地利当地一个老奶奶，她专程从她的家然后travel 到维也纳来专门来听歌曲。她是一个药剂师，对音乐一直有很强烈的爱好，然后这个歌剧里面的主演她有几个已经是好几次听他们的表演了。结束之后她就带我从边边门到他们演员出口处，发现原来这边结束之后大家还可以在门口等着跟演员合照和要他们的签名。那老奶奶说她专门为了听懂歌剧自己去学了意大利语。我说他们唱的时候能听懂吗？她说她基本上能听懂，就特别的真挚，特别的热忱。有趣了，我在维也纳
去布达佩斯的我坐错火车了，然后现在在中途我坐到了一个斯洛伐克国家。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叔叔，他给我推荐说这边当地的一个食物叫做 Jackenska， 有点像三明治，里面可以加鸡肉或者是猪肉，我点的这份是鸡肉。连在一起叫做布达佩斯。我现在在布达佩斯的 Galaxy 上，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这一款蛋糕就是茜茜公主她当年最喜欢来这边吃的蛋糕，就是长这样子。